陈委员淑慧，陈委员淑慧不在场。主席，各位同仁，本席与本院委员杨琼英等16人，鉴于国内儿童扣除上课及补习时间后，闲暇时间以上网为主要休闲方式，以致阅读能力低落，学童沉迷网络后续延伸如网络霸凌等问题，其严重性不下于真实校园霸凌，建请教育部彻底检讨现行推动至国中小学生阅读101计划实施成效，以提升学童自小阅读兴趣及阅读能力，是否有当，敬请公决。本院委员陈淑慧等16